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踏足新世界哦，这个八风五尘一至二，八至五至一至二哦，这个来为大家做一个通关的示范哦，一样用这个我们的圣达哈、哦，做一个通关的示范给大家看。第一关基本上就是储气的，哦，这个奋战的多日哦，终于来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了。三啊，还蛮佛心的。这颗是10%啊，记得，所以要被烧的时候，你自己要稍微算一下血量。除夕的当下，我们就是可以先把一些杂毒滤一滤了。说真的，哼，反而要浪过去的，结果把我撞到。不要以为转快一点就比较不烫哦，还是一样烫哦。这个主要是方案已经转出了，不然这只怪物的攻击力在大圣解放之下是还蛮 OK 的。还没死，来到第二关了，左一指右一指，中间一支二连指，有没有？还 OK， 这个我们送他一小波带走，好不好？找实力短的来用哦。本来想说要叠珠啊，就看错了。接下来第三关哦，大于等于七钢魔盾改的意思就是，这个我们先弄个哦，手转哦，不好意思，失败哦。现在储八回合，把技能储回来哦。因为下一关是越战越强。哦，虽然说是桶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哦。
器。好，是combo，看大声背一下吧。技能全跳起来，我想一下哈，应该是 OK 啦。我们试着开免疫金好了，我要转比较多颗哈，然后再来一个露娜。再加妲己，哦，这边我看 combo 数应该差不多，所以就这样弄好了。哦，然后再可以开一个龙科，龙科当然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滤出我们要的猪哦。不过我们要的猪好像太多了，现在好像不太需要做什么滤出的感觉。好，一波带走它。哦，第四关哦，越战越强，铜哦稍微提升了，不过。二兵兄对他的尊敬我们还是就是对用力一点打哈。哎，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，不过不打紧哈，我们威力还是算是够的哈。第五关，直行转化哈，光。就让它转化一下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是要除技。哦，是紫的哦，不是横的哦。横的和紫的又不太一样哦。如果它这样一直转，会不会很快就被我们打死啊？我觉得好像很快就它就死掉了。这combo数不要太多啊。好像他好像无法活下来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一直转化，我们是光队，很快他就受不了了。不要转这两排，靠！让他转右边这一排。哎，这样很快他就被摧残致死了。哦，这样看看他是转这一排。哦，主要就是，哎呀，我看不用转他要死了。哦，第六关。所以我们除技是除的差不多啊，只差妲己还有五回合，所以先做一个绿柱的动作好了。哦，这是 CD2， 所以还算好处理哦。光速好像有点多哦，稍微绿少一点哦。哦耶，这个
建议各位是一波带走，带不走就准备哭哭了哈。那我们就是开这个毛汤机好了，一样用我的配机方式哦。这个露娜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龙科的倍率应该是够，应该是够。要加龙科，要一定要加龙科。靠！我家在威力没有很大，吓我一跳，我刚失误了。哎呀，我又摸他了。好像在我们技能 CD 8跳很快，小心一点啊。刚刚算失误哈，不过没关系，百姓失误都是可以救回来的。哦，很快就又救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第二波的爆发，吓死我的毛！这个把那个哦光珠率多一点出来，OK， 再一次啊，大声开下去应该是比较保险的，好不好？四 combo 真是极致啊！来吧！哦呦，有点险呢。好，现在我们刚好开啊，五十减上一只哦。所以这时候就是天雷战场哦，这个三倍攻哦，这样打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露娜的状态还在哦。来吧，一波带走346870，来吧。K， 哦，哇，溢了，溢了，整个都溢出去了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8-5-1-2跨族新世界，跨族新世界，哦，八峰第五层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